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四海流浪中场球员陈耀伦。如果我哋三个陈伟豪、罗志坤、陈耀伦，我哋三个会叫流浪铁三角，因为后面有陈伟豪，中场有我陈耀伦，同埋前面有罗志坤，我所以叫流浪铁三角。揀一隻譚詠麟校長嘅譚詠麟嘅朋友，我哋三個會一齊唱，因為我哋其實好細個到而家踢波都識咗14、15年，希望我哋三個嘅友誼可以繼續落去。咁多年嘅奧運合作過，我最欣賞係前一年我踢神曦嘅基奧雲尼啊！睇下呢個波落到嚟右邊，陳耀倫丟波遠處，基奧有啦嘛！陳耀倫右邊位置是經過人來的，因為我們都合作三年，所以我們很夾，我很喜歡夾他。最難忘應該是我沒記錯是2008年銀牌四強，對我當時聽神氣對四海流浪的加時，我奠定勝射一球靚波，那次是我女第一次入球場看我踢球的第一個入球，是最難忘的。